因你为什么称自己为小太阳呢？小太阳这个外号还是2018年那个翻译帮我取的，因为他说我当时的心态是永远的积极向上。哲嘉，你因为一张戴口罩的照片特别出圈啊，好像是有这么回事吧。所以拿下这个冠军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男排的拼搏精神。包括不仅是我们男排吧，女排也是一种一直传承的这种女排精神吧。反正一直也渲染着我们男排吧。Keep fighting, thank you。好，谢谢大家，我们就结束了。